话题人物是艺人瑞莎，因为有选手跟家长指控瑞莎利用选手当作宣传工具，账目不清。瑞莎呢，他就特别表示说，他不断被同一批人、同一群人恶意的攻击。那么呢，他也在脸书上发文强调说，相信大家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分清楚事实的真与假。至于被质疑账目不清的部分，经纪人说协会呢正在整理资料，近期就会对外公布了。另外，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之前呢，这个瑞莎不是有发文说，小选手因为比赛啦，因为这个练习场地都没有铺软垫，导致孩子们都受伤了。只不过当时就有网友挖出这个照片，说伤口都结痂了，质疑说是不是平常训练的时候就受伤了。主办单位强调说，这个场地哦，新铺设 PU 地板，软硬度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而且早就告知各队的教练了，但是瑞莎却缺席赛前的会议。不过也有家长发文力挺啦，说其实很心疼瑞莎，因为呢他当时是挺着孕肚也会前来训练，然后说他们常常呢会收到免费的一些像是跳舞的衣服啦，或者一些练习的衣服啦，体操的一些舞蹈的服装啦等等等，都没有收取其他的费用，反而是免费的一些赞助，包括小孩子的庆生派对等等都有。但是另外一位呢，就是好逆风的这个专业资深教练，他就特别跳出来指控说，瑞莎哦，根据他的了解，近20年没有接触韵律体操了，对于教学项目来说，他应该是比较陌生的，甚至他也看过他的设计动作，也是不符合现行的赛规，平常也都是基层的教练在负责教学，而瑞莎呢，偶尔才会出现在训练场地，他找媒体来，我们要帮他协助塑造出他很会教、很会教学
学的形象，而选手的才华是十多年的累积养成。对此有网友说，哎，不是耶，如果20年没有接触体操韵律的话，你还可以拿到2金3铜呢，这成绩很棒，他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教练了吧。好，话说到这里呢，网友就看了一下这个账目哦，就说其实算一算看一看也蛮心疼瑞莎的，因为一个月呢只领2万块钱，还要自掏腰包花了200万，好，包括一些各种的一些细项等等，这都是要钱的，钱钱钱，什么都是钱。而家长呢，选手呢，好，只花了几万块钱栽培孩子，就在那边吵吵吵。好，他们就帮瑞莎讲话了，说难道是他还要帮小选手们包吃包住吗？好，另外我们就还要来看到的是，近年来哦，这个积极投入这个体操的这个瑞莎，现在被人家指控说疑似有敛财之嫌，而陈怡呢，好，就逆风质疑了，说，哎，说你这个账目被质疑就哭哭，好，说你是在怀疑我对社会的付出吗？哦，他说账目清楚揭露，不是一个这个公司最最基本的吗？他说账目不清跟被同一群人打压是两回事情，还强调说钱干净非常重要。而其中呢，还有一项爆料说，过去有一场商演呢，协会收到30万块，但是主演的选手呢是分到5万块钱。家长就指控了说，哎，这个瑞莎的公司是否拿太多，还说他账目不清。不过就有网红杰哥，他就出面力挺，他说是瑞莎给太多了。杰哥就说，要不是这块招牌是瑞莎，是瑞莎的名号，请问有30万块的商演价码吗？小选手一个人可以分到10000多，真的该偷笑了，该知足了。还质疑哦，这些家长们太过贪心了。请问您怎么看呢？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咯。现在呢，瑞莎被质疑说疑似敛财等等等，但是多位家长呢，有人力挺，但有人跳出来说账目不清，而且瑞莎私下接通告也不会事先告诉学生，质疑说利用选手造就自己的光环。对此瑞莎也发文回击说要先冷静之后再回应。你很多动作有变好了。细心指导学生艺人瑞莎善用自己的韵律体操专业成无偿指导学生，但今年四月由网络论坛发黑特文攻击瑞莎恶意挖角对外募资1000万元，账目不明等等，瑞莎提告4个网友，但检方不起诉。另外当时有其他选手教练在 po 文底下留言，纷纷收到匿名账号恐吓，还被公布个资，结果被周刊爆料是瑞莎丈夫所为，都会私下就是接了通告，没有告知，然后什么都感觉好像就是以他的那边为主。那我们只要谈到孩子的安全、孩子的训练，他说就说，他说他意思就是要有是有的。争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多位选手家长向周刊投诉瑞莎成立的瑞星韵律体操协会契约不合理，将选手当工具，集体解约后瑞莎仍使用选手的表演照片侵害肖像权。还有家长控诉参加商演协会收30万元，三名选手只分到5万元，25万元全被协会全拿走，账目不清。他很有热心啊，方式是不是恰当，我就没办法去做评论的了。对此瑞莎在脸书紧急 po 文表示先冷静等等回答，但他也透过经纪人向周刊回应，家长和选手指控的内容都不是事实，为了捍卫名誉会针对不实指控寻求法律途径，究竟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当事者心里最清楚。记者陈建安、杨宗彦台北报道。